我的彩华要开箱喽！耶！啊，我的比较那个哈，这栋哈，这里呀。啊，对对，一样，那链拉开了哟，好好重哦啊！你是说整箱都是？是，其实我还有家里，昨天晚上才买的。没，我一直陆陆续续都在买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在睡前很容易这个有那个购物想要买东西的感觉。对，这一杯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很爱疯狂喜欢迪士尼的东西。哎，对，来，对不起，我来喝，这样。这个是安娜，迪士尼啊，就是我这个，对，就是保温的，就是你，它是可以，你就可以装，像举例我去露营，像举例我去露营的时候，我会喝一点点鸡汤啊什么，我就放在这里面，或者你放咖啡什么都可以的。它这个我觉得它蛮可爱的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现在小朋友会喜欢就保温杯啊，保温杯啊，对，这个也是啊，对，就是我很爱这个。米奇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微博来，你 Coco 啦哈，是的，是的哦啊，包包啦，名牌包你敢在网络上买？他不应该，我这应该是柜上的柜姐特别赖我的，有一天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赖，我说到有什么 case 来了嘛哈，要接什么通告啊？没有，是那个这个品牌的。这个那个柜姐，她说彩华姐现在有一个包非常的厉害，你要先订，现在目前还没有来，你要先订，赶快下单，不然很快就被抢光了。我说真的假的？然后我一看，我想说啊，这个它也算起来，如果这个牌子这样的话，它不会贵，还蛮漂亮的，而且很时尚，哇，台湾滨崎步来戴更适合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就立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大家想要看的欲望不高？但是，西门姐，你看你也觉得说这个价钱来买这个包，大家来看猜多少钱？一、二、三，好看什么包好啊？哦，要买啊！这个哈，一定要买了，对不对？好看啊，时尚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分开，这个也可以这样拿的。小的时候，小手这个是 party 用，对，这个是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，那个上班族可以用，没有错。然后这个也放空那个铜板零钱，或者换一些纸钞在里面。OK， 对，真的都很好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想说，因为这个包是男生背的包，但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不男不女了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的打扮要有时候中性一点点的时候，背出来是帅的。对，然后我就订了这个包。哦，男生的。这个叫炫蓝，星空炫，星空炫蓝，炫蓝包，炫蓝。对，然后它就是防水的。嘿。它还防火？没吗？没防火。这起码听讲马背没啊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买不到了，对。对啊，所以买不到。然后我背出去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穿牛仔裤、穿 T 恤，然后帅气一点点的，就是，然后就不管它怎么背都很好看，很好看，是不是？真的好看。哦，小雨老师可以哈，好看，好看，对不对？小雨老师背会好看。对，小雨老师你背真的，你背一定好看的。这男生我一看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用男生背的。哦。啊，他那个白漆是怎样？他这个叫做渲染效果，渲染效果，对，有渲染。你要知道他那个光那个做那个渲染的效果，那个工不简单。对，而且有的人不了解的时候，以为说我的包包脏了，喷到白漆了。对，他说你怎么包包这样子？其实那是渲染，渲染星空的感觉，星空，对。就很疗愈，哎，对，还有 ，OK， 还有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哦，放压轴一定厉害，哎呦，就这个本人呐，是，来，我们请老公拿进来，老公，马上撤回来，他老公，他马上倒退路，哎，他受不了拿压轴，对，好，你就可以在家里这样跳，然后轻松的跳，然后就跳个几分钟就好，哦，可以舒压吗？舒压。然后你可以运动啊，你可以运动会流汗啊，这感觉很轻松哎。然后这其实很累，听你可以放音乐，然后让自己运动一下，你就会流汗。然后也可以训练一下你的心肺功能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哦，对啊，这很方便，不错啦，是还不错。